长路漫漫，无心睡眠，要不我们来打牌吧，怎么样？我要玩我。好呀好呀，来呀。我们玩50K 吧，下一局你坐过去，我要跟陈朗一对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定可以大杀四方。行，我也要玩，你过去。不玩就不玩。小菊，你帮我拿一下包，里边还有杂志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嗯。我的天哪，淘淘，你这是把小卖部都搬来了。这不很快了吗？别催。陈朗，快点。这个最好吃，给你。谢谢。两个三。两个五，两个五，两个二，全可以接。要不起，要不了，没有，都没有是吧？嗯。我，哇，哇，四倍扣底啊！你手上至少有30分吧？你真要30分啊？你蠢不蠢啊？我的天哪！程朗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哎呦，程朗，石岩，你俩下去一个，要不我俩这智商完全被碾压了，换一个智商低的上来。小菊，你来。什么意思？嘿，你快点过来啊！我跟你讲，就是你智商低，这样我们才能赢。你才智商低，我是什么？你才都低呢！啊！靠你啊！我看能不能这么兴奋？看，看这句话。这二，什么？是不是？大王，大王了。爱上一个人，你的整颗心都会被他所吸引，为他着迷，为他牵挂，为他脸红心跳。我也想当一个。见不到他时想念他，见到的时候，你会害羞的，不敢面对他。一张，干嘛呢？犯傻呢？去！淘淘，我上个洗手间。一张可以啊。等会儿我陪你去啊。小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交代呀？我能有什么事情？你确定？你刚刚明明就表现得很不正常哦。我什么不正常啊？我上洗手间去了。啊。